第一个月26,600,够的话可以领补助5,000块。定个26,600,我觉得26,600应该是台北市的一个生活水平。一心是一个国耻，老爸花了两百五十六亿的台币，就是帮为了帮儿子找份工作。与你跟现实高度的混淆，从以前说的草食族，到现在变成绝食，他已经在家27年，27年是因为今晚8点国民大会。